各位，大家除夕快乐！今天咱们吃一点这个皮皮虾，在东北呀，这个时间能吃上皮皮虾，那就不是钱的问题啊，多少钱也买不着这个东西。但是我能吃上了，别问我为啥，造就完了，活了。教大家怎么挑选这个皮皮虾，看见没有？下边带一道杠，这是母的皮皮虾啊，母的煮出来，看上边，哎呀。别动啊！别咬我！别弹我啊！弹我干你！夏天很多见，冬天玩吧，基本上没有。看，像这样的，看，清晰可见啊！这道黄，这是母的皮皮虾，这个特别好吃。像这种就是公的，然后我妈告诉啊，这个、三道白杠，看看这上面，三道白杠，这是母的。无论是公是母，反正就难逃下锅的命运。我的妈呀！哎呀，这太火了。真好，馋死我了！看，东北这皮虾有特点啊，这尾巴是特别鲜艳的颜色。OK，下锅了，开锅。OK，这皮皮虾看着还挺大的啊。哎呀，我跟你说，吃皮皮虾啊，怎么吃不扎嘴？很多宝贝儿啊，就是买完皮皮虾吧，扎嘴呀、啊。首先呢，大枣你千万别扔，这里边都是肉啊。在东北呀，这个时节吃皮皮虾属实不容易。说是珍稀点客，它这里边都是肉啊。千万别浪费，这是红虾。看吗？怎么不扎嘴啊？我教你们。首先呢，人工门牙、大门牙、上门牙，看这嘎呀，下牙呀，你要卡在壳上啊，在哪？看，然后上门牙一个，看，平起这啥意思吗？一翘啊，然后吧，这也是啊，就这样，基本呢，它的壳啊就很完整的，哎。哎呀，看，就下来了，还挺肥，你看，就这样啊。然后学会之后吧，你逐渐就可以加速了。啊，纯扒的，就整体的这一个肉啊，全下来了。明天呢，咱家开始发货了啊！再过一个月就皮皮虾多了，你不行，我等不了，我馋的。那母的哪儿去了？当你学会了，你就进阶为加速版，像我这样啊。学会顶站啊！